暌违七年再度演戏的小 S， 八日和众多演员一起出席此时此刻记者会，在剧中和吴康仁有大尺度的亲密戏，不过在现实中他也是又主动又失控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哦，啊，我们现在在拍戏哦，现在不要，我们现在是在那个重现剧中的那个感受，不是真实情况哦。脸颊爱心他也不太知道，如果真的要我们就一起先比赞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摆出自己觉得拍照最漂亮的 pose 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来我们看，来正中间，谢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脚本，可是这故事如果我真的去演的话，你也知道里面尺度，你们都看过吗？我觉得康仁给我很大很大的安全感，因为每一场激情戏他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一场他要吻我大腿，然后他就说我要亲你这边可以吗？然后我就说可以，而且我们俩超有默契，这个 tempo 就是一砖板。OK， I'm finished。他只说徐熙娣，如果你这一次得了金钟最佳女主角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他说我才是演员。他说问题是你自己不出来演戏的，哪跟我有事？前阵子演艺圈离谱的事情，然后最近有一些案件上的镜头，不知道跟大家有什么看法的？真的是啊，健康平安，谢谢，要收看时刻。十号4点上线 ，OK。好，谢谢。